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塌了。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八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时的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五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
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拓宽铁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1335年11月，拓宽铁木儿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这个记载是，就是说是，而且是原始，就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彻底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
妥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博研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妥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博研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托托。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托托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托托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妥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这时候妥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托托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妥欢帖木儿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托托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托托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妥欢帖木儿授意下，托托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妥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托托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托托更化。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托托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托托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舜帝妥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托托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舜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托托更化呢更妥当一些。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题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3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簿。这对缓和薄盐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研，遴选儒臣为妥欢帖木儿进讲。妥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其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制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治政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治政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
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的警告。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制证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制证通宝钱。制证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它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种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制证钞。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敬宗呢，只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拓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蓬、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拓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
这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人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袁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妥欢帖木儿，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托托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援军稳住了阵脚。至正十二年，托托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李。至正十四年，托托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援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打算投降了。正在这时，他忽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援军后院起火，妥欢帖木儿听从哈马雪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弥才的罪名剥夺了托托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托托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袁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援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袁势力。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记恨，最后导致了托托政治上的垮台。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托托墓，这里的人们都是托托的后裔。托托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马假传圣旨赐死。托托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施托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顺帝呢统治的这三十多年，托托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托托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托托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嘛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罕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罕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姓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弱，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它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四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
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欢帖木儿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